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神男主各位神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，大家一切顺利。希望咱的认识真正佛学，希望咱大家一定爱慧。 正念一定要用心去个体证，也毋免怨天怨地、哦。咱大家拢有业，大家拢一定会受到不如意，这是拢免不,不了诶、哦。一定会受着障碍，但是啊，咱爱认真去个突破。哦、咱话讲倒转来就，就亲像释达岛，伊呢？ 虽然乔丹炉因拢已经离开啊，吼无搁再吼该关心该扶持，但是伊啊无怨天尤人啊，吼、哦，已经甲认真，当伊呢体力恢复了，吼、哦，倒转来，伊啊，伫菩提树下，伫即个金刚座上，伊真呢正发大宏愿，即、這个吼发起嘅宏愿。 真大，哦，伊体力已经恢复啦。伊已经经过这个考验，伊知影讲安尼毋是办法，安尼毋是中道，安尼上加就是到无色界，哦，就是咱讲个非常非处天。到这里,裡，伊虽然到这寿命已经无量无边啊，无穷无尽啊，但并无是真正诶解脱。 诶，道路，还找唔到；生死诶，道路，还搁找唔到；完全究竟诶，还搁找唔所以，伊呢当下发了宏愿。如果啊，我若无提前啊，即、這个生死大道究竟诶解脱方式，突出着即个三界约束，我绝对无来背弃着。 即个金光座，哦，我若无真正正正了解生死，哦，达到正确个涅槃，我绝对无爬起来，绝对无个离开即个金光座。哇！即、这个愿发起啊，得撼动诸天啊！所以讲咱人吼，愿、哦、力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哦。 现在我嘛安尼甲咱大家讲，信愿行，这三项一定要记住。哦、不管你要去天堂也好，你嘛要相信；不管你是要超出三界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去到他方任何一个佛的国度，你拢要相信有这个世界。哦、所以你爱先相信。 即个相信爱去坚定哦，未使安尼摇摇摆摆。你一旦有一点啊起心动念，感觉讲到底是有啊无，安尼来就麻烦，了。安尼你就未搞。你啊看吼、哦，足侪人哦，讲我无想要去西方，我要来东方，或、哦、者是我要发发其他的方向，比如南方，足侪修行者。 是安怎？因为伊对西方极乐世界，即种世界诶信心无够，伊拢会想讲，即、這个世界敢有存在？因为咱诶经典净土三经描写了吼，想过头思想，就是讲写了想好，出侪人会产生疑问啊。 但其实，因诶疑问嘛，未当讲甲伊否定啦，因为咱无法度哦，用神通来实现嘛，咱干那会当嘴讲尔嘛，啊嘴讲我咧讲诶，逐个拢足够讲啦，啊西方叫做世界都照经典安尼看，较会无经典七宝所成，对无？无受着轮回，佮现今有佛说法，哦，阿弥陀佛。 以及诸十方诸足足济人，也拢会当论起遐说法。尤其是主事者阿弥陀佛有四十四十八方圆，啊，即、這个世界无病无苦。啊，听起来，大家嘛感觉讲非常好，大家嘛想要去，但是疑心诶人，都无想要去；信心无够诶人，嘛无想要去。其实，卖讲遮咱 带着菩萨，恁啊，足济本身修行者诶人啊、喔，都产生怀疑，因为伊诶坚定诶信心本来都无够啊。伊嘛是讲啊，我来修别个法门，啊，达别个法门，会生就诶，咪、欸、下嘛。只要你坚定信心就好怕怕悠悠拜拜啊，惊惊是惊啥？惊你家己摇摇摆摆啊。哦，因为咱咱诶佛学吼、喔，自汉朝以来。 流流传落来，已经分足济宗派啊！吼、喔，以早讲八宗啊、十宗啊也、啊、好啦，吼、喔，流传到今，佫较济宗，吼，各种各派伊个理论根本都无同嘛，对无？啊，咱所有个唱念归依，遮种种个口味，嘛是按正调吼，按即个娘母调安尼，为着伊个车主头头接落来，虽然吼讲遮遮遮其他进情汉调吼。 都流传了，但是因是积代性的啊，所以讲比较吼，因的科技会较较济啊。但是一直流传到咱今，逐个都已经拢消极去啊。逐个感觉讲哇，啊照这科技要做这久，真也无钱，我看你叫啥物人买，甲你做这科技，对一个修行者要愿意帮你做，对无咱安尼想就好啊。所以讲，为什么？ 德心诶，提嘛，作贼精行啦，吼、哦，家己诶作为诶问题嘛，作贼啦，人无人咧无私诶奉献啊，你甲想施主有钱，应请法师，吼、哦，得个爱，即个法师，得爱去请其他诶法师，要来做就这个科仪诶成就，吼、哦、啊，作贼精行啦，我实在。 看有够多啊，啊真感叹啊，讲也、啊、会了，未真啊，讲遐多也、啊、是假啦。哦、喔，是家风，假，风哦，感觉咱吼伤到话、喔、啦，安尼呢。啊，其实咱实在真正看有够多，内心嘅感叹有够多啦。哦、喔，我当时出家诶时阵，嘛是伫即种精禅诶道场内底出家啊。对即佛学根本。 一无所知啊！哦、喔，是，根据着看电影啦，吼、喔，迄当阵三十几年前也无遮尔啊，一代遮尔啊好诶，资讯发达啊，哦、喔，着当然只啊按迄内底过去囡仔时代哦，一、喔、想法思想落来哦、喔，看迄着亲像我今日讲诶，视觉模拟复端安尼安尼看落来啊，其实迄一部电影才一个一两点钟。 伊会当活侪，互咱看像阮尼讲《苗神公主》啦，即即观世菩萨的故事，感觉迄靠活侪通好，互咱看，咱较感受会到。但是迄当阵诶囡仔，我着感觉讲，哇，即、這個、实在真正无简单。啊，迄当阵看起来像安，哇，即、這個、神通，因为电影有当时啊做起来吼，拢有一寡神通互咱看理论啊。所以囡仔时代就有感觉即种情形。 啊、当咱入到即个沙门了，受到实际环境，为着即种生活诶补贴，咱嘛是要爱去上京。啊！啊，上镜了呢，吼、哦，你当前话人着批评啊，你着上镜诶人单镜去卖，也着爱讲镜多重较对。其实拢共款啦，吼、哦，话是用语言去卖向众生啦，话是用科技，吼、哦。 来献血，许生心理，啊，结果嘛是拢得利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按家己想嘛，啊，事实著是得利啊。你靠有啥物通好成绩个？死著死，毋死著毋死嘛。啊，咱讲较紧个，咱咱个理由著是啥？啊，你许主请我去，哦，你喊我一早无阴命，我哪有可能白白来甲你甲你做即个代志？安尼安尼是毋是又阁背离了咱修行者个本心啊？所以讲。 咱呢，吼、哦，要得到解脱，要安怎解脱啊？咱特总是有理由来使众生来对咱奉献，即各种各国拢共款，其实拢共款，啊，即无啥物货啊，即就是众生为名为利诶贪欲所产生诶，即种观念根本改未过来，因为。 这种浊气啊，咱进现今啊，哦，你要改改变者，根本无可能啊。除了就是咱释得多，哦，像安尼成佛了后，诶，正法时代用给自身，哦，所行的道路，无咱看、哦。所以我讲释得多诶一生，就是希望讲大家听会落，唔免阁迷茫啦。 哦，啊，毋免阁空虚妄想，未幸福就是未幸福。哦，不管伊用什么名词，安怎麼什么名称，安怎讲，近目前诶，即个世界，咱都是未幸福。啊，咱会安怎会当找他方诶？世界，或则是你认真修行去天道去做神。哦，去天道做天神啊！ 享福报，只要你积恶，只要你用心，哦，只要你愿意布施，你只要你愿意呼吁做平做平，只要你卖为恶得啊，麦去贪别人个利益来设计人，造成人个无好个个情形，安尼你就无为恶，安尼你最起码保持人生，最起码你会当去天道做天使。 啊！来做天神哦，你做王爷也好，吼、哦，阁做其他诶天兵天将也好，你著拢有福报啊！你诶寿命著真长啊！啊无，遮个过去诶国王，是毋是安尼？遮个皇帝，阁现今诶咱拼生拼死拢要延长，是啥延长寿命嘛？即著是好过诶人哦，啊，歹命人著未安尼想啊。哦，活甲遮艰苦倒不如吼、哦。 看是毋是，会当赶紧离开，是毋是？足济人也是这种想法。但是咱也来自己了断家己，又阁自断慧命，即、這個、会对路呢？所以讲，咱拢爱真认识清楚才因明果报啊。歹命也免想怨叹啊，是咱过去的因所产生诶。啊，好命你也免欢喜啦。 是咱过去诶，因所产生诶，咱尽在好命。啊，咱呢翻身是金星安尼拍平起嘛是过去因啊，现在果啊，是不是安尼、哦？啊你若无珍惜，到尾啊，就是一无所有。哦，就是因果又搁揢伫手里，搁再去转念。该对乐诶对乐，吼、哦，该做天神诶做天神。 继续享福，咱安尼看得知影、啊、咱识达到伊个一心哦，到遮哦，近成就啊，就是直接金光座上坐六年伊将近开悟哦。开悟、啊、大成就前，伊发大宏愿啊，所以向咱提起。 互咱逐个清楚，即个信愿行诶，重要,要。哦，咱爱坚固啊，咱爱认真修行。愿力，你家己找好好就好。哦，一定爱有对诶愿力，有对诶信心。哦，然后再去行你应该行诶修行路径。哦，不管你行到一个法门，拢总好啦。 咱佛教，哦，遮尔啊，坐法门，不管你讲八万四千法门也好啦，哦，讲偌济法门也好，你要讲南传佛教也好，讲北传佛教也好，哦，要讲密乘佛教也好，就亲像我正讲诶，原始佛教也好，咱唯一所希望咧，是啥物事？著、就是无想要搁伫即个苦海内底颠颠仆仆嘛。 这是咱内心所想的嘛？这着是咱修行者最需要的目的。什么人要在这？这是真正极苦诶世界，是毋是安尼？情欲、精明、夺利，逐工安尼高深斗德。 逐讲安尼为着自立安尼咧拍拼，意义伫多咧。到竟我嘛想无？但是呢，明明咱得有个住伫遮，又个受着诶约束，啊，咱无去做又个未使。好，刚才我感觉我真幸运，我抑个有吼书中诶意义，我当一只很咱逐个到。啊，无讲实在啦。 要扶持，要直接奖金，要直接含咱大家结。你甲想，这经费遐尔大，我哪有辦法度？我也无咧做生理，吼、哦，我也无到场，通个用户也无信任咧用户，我哪有辦法度？直接含咱大家结。啊，我呢又搁无愿意搁继续含安安尼处理吼，安尼上经，哦，真少。 真无爱去含人安尼参，因为我实在诚艰苦。我感觉讲，我去继续安尼沉沦嘛，毋是办法。啊，做一个出家众，人家爱节约啊，食对咱来讲，咱只信众大家食好。你啊看咱，咱只信男子、信女人，咱只大德菩萨，你甲看恁。 大家，我感觉吼，恁真正值得赞叹。我真正足赞叹恁大家，这年无私的用心来拥护，不管济少呢。我感觉这种心嘛、啊，真正是真大嘅善心嘛、啊，这是真正修行嘅心嘛、啊。啊，真惭愧嘅，就是我干地做修行者，我有偌济心来真正帮忙人。 有我一实一行动来帮忙你，真正有当时仔想起，来真正真惭愧，家己真正吼无即个颜面伫遮安尼讲，但是呢，无甲遮真实诶语言、真实诶道理讲出来，我又阁感觉对不起咱逐个。 啊，我嘛要感觉讲，咱遮修行者，咱爱真正用真心来对待咱众生，唔，卖一直吼、哦、自利咱家己，咱一直在讲六道布施，吼，财施、法师无为施，啊，咱一直解说财施，著、就是咱遮诶，大德菩萨恁诶布施。 我是真正，但是感觉真惭愧。咱安尼一直解说，咱一直互政府电，啊咱电咱，咱有偌济发电通好，福建，咱家己是修行偌济，咱有偌济这种能力来互人，咱一直自清咱情报，咱自清三宝，咱是另外一种劳动力来利益自己啊。 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真惭愧我自己，啊，我真赞叹咱大家，恁真正无私嘅奉献。恁不管安怎樣，恁都想要来我拥护，来搞微博，讲师傅啊，你继续吼，希望你会当继续讲咯。我嘛是真希望，但是能力总是有限嘅，一己啦。当时延伸，当时要延伸，我嘛唔知啊。 人生这尼啊侪无常，是毋是安尼？无常的境地又阁这尼啊侪，人要安怎会当来保证家己？是毋是？哦，孔子讲啊，嘛唔敢收人的过门所以啊，只有现此时当下尽力。 我会当做偌济，会当讲偌济，希望卖袂倒咱逐个就好啊！我是希望找出到吼真实即条路径，给咱大家参考，给咱大家当了解，卖去盲目落。啊，咱做者修行者，咱嘛卖去欺骗众生落。咱爱讲出真真正正的解脱之道。啊，咱呢无法度。 实现心通，就是无法度实现心通。啊，咱毋好用一寡未合众生诶语言，一直甲即种自利诶精神灌伫遐三宝诶功德诶顶悬。安尼嘛，唔好啦。咱人生无偌久，最近则有一则新闻，上活上长诶一百十九岁，伊诶希望是。 活到一百二十岁，这是日本一个女将，但是结果呢，伊嘛是安尼离开啊，无达到伊诶愿望。啊，若用咱中国人诶算法是有了，哦，拄啊一百二十啊，随缘所成啊，对无？啊，伊讲炸什么戏，嘛是空空，炸得长寿诶，好名声。啊，伊诶来生会个长寿的，哎啦。 今生着遮长寿啊！来生也会未？因为今生最起码后半拢无做歹所以讲，今仔日咱遮菩萨大德恁遮尔啊用心拥护我，虽然我无财无德无能，但是我呢真虔诚，真感谢恁逐个用心，恁个无私个奉献，我的认真，吼、哦，更加用心来印证。 不得一当时嘅情形，讲给咱大家听。啊，希望咱大家一同嘅话，欲念较少，学习到的的、识得到伊嘅精神。少欲真正是知足了，即虽然即句俗语，大家拢知道，但是咱真难啦、啊。要抛弃这种欲嘅观念，真难。会贪吃，会贪困。 为贪钱，为爱水，贪爱水，为个贪爱看好看，为个贪感情，是不是安尼？这种无法多，就是咱这个真现实的红尘滚滚，使然真袂得真，讓我咱无法多跳出來，这是真实的问题。 啊！咱如今若想要解决即个问题，唯有的是安怎秉持着适得当伊个情绪，效益的低降。伊经过即个考验了，伊知影哦，即世间的食物时尚，拢是空的拢是假的。虽然伊进阿未觉醒，但是已经离觉醒无远了，所以发大宏观。 即个坐类绝对要正知正觉，入正确诶，涅槃，则愿意起来。即种风源一个发起啊。哦，我就讲啊，大地震动啊，即当中阿未生生就觉觉净诶，福德哦，伊著是已经大地震动，因为即种原力太大。 这就是咱平常讲的功德力啊，已经撼动三界了。啊，撼动三界了，安怎？上惊的人就是啥？就是这个欲界主导者，咱所谓嘅魔王。哦，咱一面今来到这，下一次咱再次来讲到悉达多，伊嘅成就，伊魔王嘅打药已经来啊！哦，祝贺咱大家真正嘅愿力。 的成就难，希望咱大家用心发愿，祝大家成就阿弥陀佛。邀请您共同参与弘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：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：零九七九零四一。 五一零。